各位朋友，下面呢，我要为各位介绍的就是各位所最熟悉的、最可爱的、各位所最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的，那就是那一天偶然地在海边遇见了她，翁倩玉小姐，我们欢迎她。翁倩玉，你好，非常高兴见到你。好像我后边还有一位，是不是？那位跟我们翁倩玉小姐来的那位是不大熟悉。刘家昌。哎，刘导演你好，非常高兴见到你们两位。您回来多久了？我回来差不多已经有4天了。4天了。是。那你要待多久再走呢？我19号就要走了。哇，这么短的时间呢？这来了这几天。都是每天游山玩水？那没有啊，我一天到晚在拍戏啊。在拍刘导演的戏？是。我想那一定是很受罪的吧？没有，没有。还很愉快？很愉快，很愉快。那真是出奇迹啊！真是很奇迹。出奇是什么？这个今天奇迹就是说，他以前呢，他跟人家一块拍戏的时候啊，他总是日班接夜班的，对，非常非常辛苦，非常辛苦。今天刘导演为我们带的一首是什么歌？我没有为你带歌，没为我。那您是？我是陪翁倩玉来的哦，因为呢，在前两个月，他拍了我一部戏啊，拍了部试演，现在呢又在拍我的戏，那么这么晚了录影，我应该陪他来一下，保护他啊。对对。听说翁小姐你在最近是不是灌了一张唱片？是的。哦，对了，那我在外头听到很多朋友，也是录音界的朋友，他们在谈起来说歌词非常的优美，而且旋律也非常的动听。是什么歌？这就是那一天。不是，不是那一天。不是、啊、我以为是老歌重唱了。就是我上一次拍的那部电影试演的主题歌，叫句句誓言。誓言的主题歌句句誓言。你们猜猜看，下面我为你请到的特别来宾是谁？对，你们看看。怎么来了一大票啊？好，刘家昌，刘导演，刘家昌也来了，欢迎欢迎，来来，欢迎欢迎。你们两位先不要说，你们怎么会像我们一块儿一样的这么凑到一块儿去了？你怎么不晓得呢？因为我们两人一道拍戏过了，现在也在一起拍戏。对。那就是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你们经常在一起了？对，我上一次回来就是正月的时候，也是跟郑智一起拍一部电影叫誓言。誓言。现在也是一起在拍，都在拍。那换句话说，你们工作在一起，是吃饭在一起，也是在一起。比方喝咖啡也是在一起，买东西也是一起，也是在一起。那么唱歌唱是不是在一起？不，电影里面是由翁倩玉主唱的。虽然平时她没有到台湾来之前，我帮她唱了很多次，但是我唱的不好。我相信你不要这样讲。今天原版的。对，原版。我们欢迎你。来，我们还是坐到这儿，一块儿大家静静的听。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动听。谢谢你。尤其是出自你的嘴里。哎呦，谢谢。你看 Judy 唱的多棒。你看他美丽的表情，好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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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非常好，真会夸奖啊。我想你这张唱片一定会畅销。谢谢。你的唱片出完了，该出你的了吧？等 Judy 的唱片都卖光了，就该出我的了，我想。陶大伟先生，是的，你有没有注意一个问题啊？我觉得你看到吧，真真跟翁倩玉他们俩这份感情，这份友谊啊，工作在一起，这个平常的游乐也是在一起，买东西。那我也郑重的希望，这个陶大伟先生，您能够今后也能够模仿他们两位样的，对我友善一点。照顾你是不是？友善。怎么样？我们把我给忘了。哦，对了，对对对，对，好，那我们欢送刘家昌先生，今天很高兴啊，把这个翁倩玉还有真真，还有刘家昌忘了的，忘了的，请到了我们的锦绣年华，希望你们随时光临我们锦绣年华。谢谢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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